Asrikas!不舒服的那几天，那么我会怎么样去做呢？当然就是它喽，益母草蜂蜜。对，就是这一款益母草蜂蜜。这款益母草蜂蜜包装是非常的可爱哦，它非常的小仙女系。那么打开它之后呢，就是这种独立的包装，那么并且每一个包装上面都有我们的情话。那么在肚子不舒服的那几天呢，喝上我们的益母草蜂蜜，一定会非常的暖暖的，独立包装非常方便，还可以当吸管用。集美们、小仙女们，赶快来安排上吧！就是这款益母草蜂蜜，在特殊的那一天喝上一杯，让自己肚子暖暖的哦。都忘了自己是谁了呢。直说，我带你去看病啊！咱们有病治病，你老这样，你很侮辱人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不行了？我对你不感兴趣。你肯定不行嘛！你得了吧，是个男人对我都感兴趣。你再说我不行，你就不是个男人。你再说我不行，你肯定不行。你再说一遍。你在吗？你在吗？你一直在吗？你会一直在吗？你可以一直在吗？你能一直在吗？